请最大德一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请诸位大德翻开《大般涅槃经》经本第613页，我们从今天从613页经文第一行下面啊，不修戒者是受下戒，从这个不修戒者的布置开始讲起。请看613页经文第一行下面，不修戒者的布起。不修戒者若受下戒，不明修戒，受持边戒，为自立戒，为自调戒，不能普为安乐众生，非为护持无上正法，为升天上，受无异漏，不明修戒。不修心者，若心散乱，不能专一，守自境界。自境界者，为四念处；他境界者，所谓无欲。若不能修四念处者，名不修心，于恶业中不善复心，名不修慧。复次，不修身者，不能三身观是身无常，无助为愧，念念灭坏是魔境界。不修戒者，不能具足思波罗蜜；不修心者，不能具足禅波罗蜜；不修慧者，不能具足般若波罗蜜。复次，不修身者，贪则我身及我所生，我身常恒，无有变异。不修戒者，为自身故，作十二业；不修心者，于恶业中不能摄心；不修慧者，以不修心不能分别善恶等法。复次，不修身者，不断我见；不修戒者，不断戒起；不修心者，作贪嗔业，去向地狱；不修慧者，不断痴心。我们继续前面，佛陀为狮子吼菩萨说明众生造业受诸果报。如果是造恶业造的极重，那就会堕地狱那如果是一般的造业有的是现报，有的是来生报，有的是后生报的。但是如果是有智慧的人，他能够
依佛陀的教法修学佛法。啊，虽然他造极重的这个罪业，本来应该要堕到阿鼻地狱去的。啊，那由于他能够依教奉行，啊，能够转地狱报为现世的亲报，那转本来是来生报的一般业力呀，啊，能够转为不定业，啊，不定业就不受果报了。所以啊，修学佛法啊，好处不可思议啊，真的如心灵大师所说的，有佛法就有办法。你看，可以把今生所造的极重的地狱受报的恶业，能够转为今生轻报，太不可思议了。那要修什么法呢？啊，佛陀告诉我们，要修四种法，可以转变这种重的定业，把它转过来，重的定业要堕地狱的，变成今生轻报。那一般的定业要来世报的，转为不定业的，没有果报了。那要修四种法，这四种法是要修身，啊，我们讲修身养性，修身。要持戒啊，所以身戒；要心啊，要把心端正过来啊，是懂得清净无染、善良啊，能够无邪的正知正见的心。要修慧，要有智慧啊。了解这空性的真相，了解这缘起的真理啊，要修智慧。如果修这四种身戒心慧，能够转变自己所造的业力啊，乃至于能够断烦恼出三界了生死啊，啊，那因为众生的根性不一样，有的人已经修行了，有的人还没有学佛，啊，还有的人刚刚入门，有的人生活工作环境，有的在家，有的出家，各行各业不一样。所以佛陀对这修学这四种身戒心慧，也广开各种不同的类别。啊，那上个星期，我们把第一种的类别介绍过了，同时也把第二种的类型的身修身介绍过了。啊，这第二种的类别，那修身要修学观身不净啊，知道这个身是个业报身啊，而不是真的你的身啊。是本来你是空灵的虚空身啊，啊，藏在虚空里面找不到你啊，我们的虚空藏找不到你，但是你到处可以现身啊，可以在法界到处现身啊，心想事成事事外，因为有一生身嘛，这一生身功夫浅的啊，人家看不到他，嘿，功夫深的变得跟我们有肉体一样的，在外道称之为分身，在佛法里面叫做一生身。那境界更高了，就是无量百千万亿化身，同时能够以十二种类身各种形式，就像经上所说的应理合身、即现合身、为其说法，跟你和光同尘啊，太不可思议啊，
那你把事情办完了，又回到虚空里面，到处找不到你，啊，到处有你，到处找不到你，像虚空一样啊。你本来是这样的身啊，啊，那因为有造了业了，业力牵连到人间法界，感这个业报身，所以这个业报身，这个不净身啊，佛告诉我们36种不净物聚合在一起的身子啊。所以第二种类型的修身戒心慧，是先观身，就是身是业报身，因为有了业报，所以是有36种不净物聚合在一起。这个不净物还一直往外排，像我们的臭汗、屎尿等等。眼睛都有眼石，耳朵耳石，鼻子有鼻石，啊，牙齿有牙黄，啊，臭得要死啊，那身上到处都是臭的，啊，叫你关这个，不要天天贪爱的这个身子，那是身见呐，啊，那老子会说，我有大患，我有身呐，啊，如果没有这个身的，这个空灵之身呐，啊，这个虚空藏身呐，啊，多殊身呐，啊。上个星期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那第二就是要观戒啊，身戒心慧。我们请看613页经文第一行的下面，观戒啊，不修戒者，若受下戒，不明修戒。那不修戒。当然有智慧的人要修戒啊，修戒依戒生定，开智慧，可断烦恼，出三界，了生死，说戒为无上菩提本，啊，那一定要修戒，啊，但你如果修错了戒，也不能叫做有修戒 啊你要修正戒，正确的戒律 啊所以佛陀讲，如果你是修错了戒呢，就叫不修戒，不是真正在修戒。你以为你修戒，但你修错了，啊，你修一次啊，不是修戒啊。所以佛陀首先举最严重的，若受下戒，不能修戒啊。啊，那个下戒，就外道所持的，比人还低的。啊，人还，佛陀告诉我们基本的五戒。啊，那我们大家都不要，都用，哈，都不必用脑去知道，啊，用膝盖去知道。所以现在起名叫王羲之，对不对？对不对？膝盖就知道了，不必。你以为是王羲之真的是那个大书法家？那个"羲"是膝盖的"膝"，知道的"知"，用膝盖就知道了。那当然。你的戒律绝对不能邪淫，这个最基本的道德嘛，啊，去拐骗良家妇女，做偷盗的行为啊，对不对？就是杀生杀业的，就是对不对？啊，是打妄你欺骗别人，诈骗集团，这个你根本不用想就知道这不能做啊。只要你有一点点人格，有点是人，就知道这个事情绝对不行，所以这是根本。信戒杀盗淫妄，那九戒是后来才加进去了。这因为连阿罗汉喝了酒啊，对，阿罗汉喝了酒都会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啊啊，然后这个3000位8万的细心啊。都消失了，啊，就窘态毕露，所以佛陀才加一个，以后不能再喝酒了，酒戒会让你乱性，啊，会叫你做错事，所以你看，杀盗淫妄酒这根本的五戒，但是前面这四戒，用王羲之就可以知道了，对不对？你不需要脑筋去想啊，这绝对的道理嘛，人怎么可以去？就去找
对不对？拐骗人家的这个少女呢，欺骗人家的啊，这个邪淫呢，对吧？所以一想就知道了，啊，这人，所以其实人的根本无界，那个世界，就用膝盖想就知道，做人的基本道德。那这个下界什么？比人还低的下界是外道了，狗界了。啊，狼母准备做告，对不对？啊，这牛界的学牛吃草了，耕田了；学狗吃大便了；学鸡吃那个虫，吃那个稻谷啊，啊，那个学鸡睡觉了，一只脚金鸡独立这样睡觉了。你养成这个习气，不变成了狗啊、猪啊，对不对？你养成鸡的样子，对不对？你的形态学的跟鸡的样子啊。那你养成习惯，你有鸡的习气，不是很可能下辈子就变成鸡了吗？你学的狗的样子，还有暗汪汪学的很像，那下辈子鸡有可能就变成狗，因为你有它的习气了。所以这叫下界啊，你比人还低啊，所以这个下界就是狗界、鸡界、智界这些的东西啊，这下界。那如果你持这个，你以为修界。你在学愚痴，不是修戒，极有可能养成了习气，还堕到畜生道去了啊！那受持边戒为自立戒，为自调戒啊。那受持边戒，边戒也是外道的戒。佛法是内学，内学是中道，不着相待，能所有无两边。佛法。修学目的就叫你恢复你本有清净无染无所依止的本心，所以我常讲，因为你不清净，所以要清净；因为你攀缘，所以叫你放下万缘啊。但是因为你放下了，你放到最后，你还是要放下万缘，放下万缘，那你还是没有放下，因为你放下万缘没有放下，没放下，你还是边，还是在。放下万能的这一边呢、啊，所以放下万能放到最后，你突然之间我没有攀缘，我放下什么东西？那一念不着放下万能，也没有去攀缘，两边都没有了，这个心叫中道妙心啊。所以德山先见禅师啊，他为什么被龙禅禅信禅师跟点出这念心？啊，他本来住的暗需要明啊，要出门要明啊。那龙潭重庆把灯给他，同时把灯吹熄了，他一眨见到中道妙心，因为明才要暗，对不对？心里面没有明暗呐、啊，因为你着相了、啊，着了暗，所以要明呐、啊。心里面没有明暗，是你着相的问题呀、啊。他悟了，这个是悟得很透啊，他真的悟得很透。所以他第二天把他的金刚经烧掉。为什么金刚经烧掉啊？金刚经就叫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啊。啊，所以也讲应生无所住心。无所住心，心如果无所住的心，那就是般若波罗蜜了嘛。啊，因为你住相生心。啊，如果住世间法，那是什么？三界六道，住世间法，那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不能成法身大士，而真正无住身心，那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啊！啊，才是真正的智慧啊！但是讲这个无住身心，是因为你有住，所以才讲要无住啊。对不对？有住，因为大家都有住嘛，啊，凡夫住世间法，修行人住出世间法，都是住相在身心嘛。声闻缘觉也是住相身心呢、啊，他住无常无我无漏无尽呢、啊，他住这个身心呢、啊，苦空无常无我无漏身心呢、啊。我们住常乐我净身心呢、啊，都是住啊。所以因为住，所以才讲无住。但是你真的，哎呀，我真的无住身心，你又住了一个无住啊，又是边了、啊，住与不住又是边了、啊。所以，
无助也不能住啊，所以无助破了有助，无助也不能住了，这一念的无所真正的住与不住都不住了，不住也不住了，这一念的中道妙心啊，所以叫做恢复清净无染，没有任何一点依靠了，无所依止的本心，这叫中道妙心。所以佛法叫做内邪的中道啊，叫你正中道啊。实践的目的就是要叫你正到这个境界嘛。啊，所以呢，外道呢，称之为他是边界的，他是边的，他就都在两边的边界。为什么呢？因为啊，外道他都有外道，在古印度有很多种外道，有96种外道，啊，统摄为60外道，这里面有很多都是修苦行的。啊，有的裸体外道，有的什么东西，有的烤火的，有的晒太阳的，这个夏天最热的时候，啊，这晒太阳还在烤火的，还拔身上的毛，一根一根拔，还涂灰的，啊，有很多种苦行的外道，所以这些种种外道都有他们外道所持的戒律啊，他们外道的见解就是，我只要把苦吃掉了，吃尽了，我甚至于苦过头了，我来生就有福报可以享了，啊，所以我把苦享尽了。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观念，说，哎呀，我多吃点苦，我苦享尽了，我就没有苦了，那你的这个思想刚好就是，哈，那外道的思想，古印度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外道的依照这样的道理。目的是把苦吃尽了，将来得福报，升天去享福。目的在享福了，所以外道有很多种戒律，每一个都有他的奇奇怪怪的戒律，这都是边呢、啊，都在一边了、啊，不是叫你恢复到你真正的中道，中道妙心、啊、所以佛法为什么讲悟即是不悟，得就是不得啊？哈、啊，直下承担这念心呢、啊？我刚才讲了，如果你还有。啊，我悟了无助之心，你还有无助，那、啊、你还住了一个住，还是得啊？所以呢，无助也不能得啊，所以得就是不得啊。悟无助，悟也不能得啊。悟的东西，你依靠它还是受染啊。所以中道妙心，毕竟无有一法可得。那毕竟无有一法可得，毕竟无有一法可得，也要放下呀、啊。只有直下承担这一念心呐、啊。所以佛法。啊、就是直下慧己的 中道、啊、所以外道就叫边界，佛法的中道才是真正的中道界、啊、目的叫你开悟见性的。所以这个受持边界，这是指外道，这些六世外道他们所定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戒都有，有的还不能洗澡，9年不能洗澡，多久还不能洗澡，哎呀，这很辛苦，印度又那么热，你想想没有洗澡，哎呀，对不对？像这种热夏天没有洗澡，身体很不舒服啊，对不对？啊，他们就规定讲，这就吃苦啊，对不对？你这个苦吃尽了，将来升天去享乐，所以这个边界形式很多啊，各有各的一套啊，这都通通归类在边界啊，都住在两边的。他的目的就是为自利戒，为自调戒啊，啊啊，自己把这个苦报，啊、这个吃尽了，对不对？我将来就能够享福啊，为自己的利益 啊。那或者这自调戒，自己希望得到福报。那我常常讲，我们也会以为那佛陀定的五戒，这得到人生啊。这是调我们自调的持五戒自调戒，将来得人生啊，而得人生，如果你修福，可以在人生享福；如果你修十善啊，你将来可以升天，在身上天上享天福啊！这难道不是边界吗？啊，我前面跟大家说明过了，佛陀的智慧不可思议啊！因为有些人啊，他就喜欢在生在人间呢、啊，他有那个业障，你没办法，他也不想，对不对？
他也不想升天呢、啊。啊，像有一次我跟我的家人说，修十善呐、啊，将来升天呐、啊，一件衣服，通通不必洗，一顶帽子、花冠，那个花绝对不会枯萎啊，那个衣非常轻，是珠重。啊，很轻松啊，每天都是很自在啊。他说啊，天天那么可怜啊，只有一件衣服啊，呵呵，那么可怜啊，只有一顶帽子啊。我们衣服都一大富贵啊，哎呀，你没有看到以前那个马可斯夫人的鞋子是三千箱呢，三千双，对不对？哦，不，这天上有什么好？你看，有人这种概念的，对不对？啊。哎呀，那当然，我们一般人都觉得升天当天人呢很自在，还有神通有五通啊。那佛有些人就讲，他不想出三界了生死，啊，他觉得那个涅槃已经无聊死了，很寂寞，在那里面虚空里面涅槃里面，啊，极尽永安，那个极尽的无聊死了，一定很恐怖。有人他不喜欢，啊，什么涅槃呐、啊？啊，他觉得喜欢在热闹的地方，有福乐，有福可以享啊，可以快乐的旅游啦，啊，吃喝玩乐，他喜欢这些啊。啊，佛陀劝你方便，你就吃五戒可以得人生，修十善，哎，可以升天。其实你如果真正去吃五戒，一定走入出世间法，啊，因为那个杀盗淫妄是根本戒啊，你要知道，那。四根本戒就走入修行了、啊。你看《楞严经》，四种清净明慧，那就是杀大淫妄，就真正走入修行。他呢，第一个层次，第二个最前面的修行，啊，是叫你要不要去吃五辛啊等等这些东西呀、啊，啊，那你真的能够吃这四种清净明慧，就真正步入修行了。所以吃五戒得人生，是五戒修得不怎么好，那自豪你修得不怎么好嘛，得人生嘛，跟外道一样啊。但是修得好了，他绝对去受出家戒菩萨戒，就往上提升了。那如果升天了，哎，佛陀就告诉他修十善业。哎，十善我们看的是二十善啊，升天那也是一样，修得不怎么好才升天。修得好的，他从下品十善、中品十善、上品十善，再提升下品数量心、中品数量心、上品数量心，再上去就生三业清净。啊，因为身三、口四、意三，合起来这十善业，其实就是身口意三业。到了你上品数量心，再上去就是身口意三业清净。三业清净是佛出世啊，三业不净是佛灭度啊。你这三业通通清净了、啊，清净之意，你就是活佛了。那功夫再提升，那不仅身口意三业清净，叫三轮妙用，身视现口说法意见机啊，大用现前不存鬼则啊。如来的大机大用现前呐、啊，所以五戒十善是通出世间法、通菩萨道的、啊，所以它不是编呐、啊，只是对那些因缘教不通、教不会的。其实佛在不断的善巧方便，不断的善巧方便，那些持五戒最后都走入出世间法，修十善的最后走入菩萨道的六度万恨，就走进去了。所以在佛法的五戒十善不能叫编。因为他的目标是叫你走入出世间法的，只是那个懈怠懒惰的，他没办法了啊，他业障很重啊，顽固不化的，那只好变成人啊，升天啊，就变成像外道说的天界。但是他已经种下了出世法的因果了的因了、啊、因缘了，因为佛不断的在讲经说法嘛，在他脑筋里面已经有这种佛法的种子了，将来缘会成熟的。所以佛陀入涅槃就说了，该度的都度尽了，还没有度的，我已经给他们种下得度的因缘，就说得这么清楚啊。
所以这个位置调界不能普为安乐众生。所以你看，戒不是只有为自己自私自利，所以诸恶莫作戒的精神不是只有这样，它还有个众善奉行啊。所以这个戒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在佛法的戒有三个内容啊：舍利益戒、舍善法戒、扰益有情戒。这是佛法的中道的正戒，要修这种三际境界才是戒律的圆满啊。我们一般人只是我觉得诸恶莫作只有一点而已，给你方便，方便了以后入门就要告诉你众善奉行啊。那接下来这自尽期，自尽期的成就就需要你最后啊饶益有情戒了，因为饶益有情戒你先清净才有这个智慧啊。啊，所以循行善诱，到了一年成熟的时候，佛陀要告诉你我的戒你要注意三项：舍利益戒是最根本，诸恶莫作；舍善法戒啊，这是众善奉行；饶益有情戒就是自尽其意啊，你才有办法饶益有情啊。你心很乱了、啊、对不对啊，胡思乱讲啊，你讲的都是常常会把你的习气讲出来，你怎么帮助众生？所以这三际境界是佛自戒的内容在这里呀、啊。所以你看，不能普为安乐众生。那么饶益有情戒就非为护持无上正法，饶益有情就要护持无上正法。你要护持无上正法，你一定要护佛法跟外道，你要分得清楚，要看得一看得很清楚啊。有时候啊。啊，你看，这个很像佛法，其实它外道法。你看那习客教啊等等啊，它有很多内容都很像。你从外面文字上来看，你这，很像佛法，其实它不是，它是外道。所以以前很多人看了奥修的书啊，看了说，这佛法是不是啊？这外道了、啊，你要详细看佛教你啊，这只是一个这些文字语言都是。到最后通通要叫你消归自性，不能有这个文字相啊。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无所住而生起心念，无住的不能有啊，这无所住而生的心啊不能有。所以为什么啊，那德山仙人们不金刚经也烧掉了，对不对？就叫你实下承担啊，是所以说毕竟无有一法可得啊，对不对？悟即是不悟，得就是不得，只有直下承担了。所以佛法道的疗愈的经典指引都是叫你直下承担你的心性、啊、所以恢复你清净无染无所依止的本来心，这一点本来心人人都有，但无始犯无明，现在变成了四浪。所以我说一禅体有佛性，因为佛性就是你的本来的心、啊、你本来清净无染没有依靠的心，但是因为无始劫犯无明的往外缘，现在不清净有污染有依靠了，我们依靠的是间法了，所以啊，佛性不能彰显出来。你什么是真正从放下万缘啊，放到最后我没有攀缘，没有什么放下，放下什么直下慧起啊，原来是心是佛，是心做佛，佛的目的在这里啊，而不是给你一些文字啊。所以要能够扶持无上正法，你看到了最高无上正法，你一定要自尽其意啊，你心清净才知道啊。啊，所以这个非为扶持无上正法，所以你要圆满持圆满的戒律啊，这三个戒：舍利益、舍善法、饶益有情，帮助众生啊。那这里讲扶持无上正法，所以恒护是一体的，不是我弘法就行了、欸、或者我护法就行，恒护本来就是一体的，弘法本身也要叫护法，护法本身也要弘法，只是以哪个为重、啊、在家居士以护法为重，弘法为次、啊、那出家人以这个弘法为重，护法为次，但以弘法为重，但你一定要护啊，不能人家在批评佛教在怎么样，出家人讲了才人家比较接受嘛，你一定要来抗辩，来辩驳，啊，来拨乱显正，那你由法师来写，人家比较接受嘛，在家人写的，人家哎呀，这个在家人这下根本没准，
对不对？出家人写的比较准，所以虽然他的弘法，但是碰到有人在批评佛教在怎么样，你要提出辩驳啊。所以这个提出辩驳，护持正法，这个叫做护持正法，所以恒护是一体的，分不开的啊。所以非护持无上正法，未升天受无余乐，这不明修戒啊。所以我持五戒啊，修十善呢、啊，啊，我希望升天，我希望怎么样？嘿，这个你要把第一重症开，第一的恶业要转成了这个现世的清报，不容易、啊。你要有三际境界的威力、啊、才有办法把第一重罪转成现世的清报啊！啊，那不明修戒，那不修心者，若心散乱，不能专一。守自境界，假如你是心善乱不能专一的啊，来守自境界来求解脱离苦得乐啊，那这怎么心？一切烦恼都心想生啊，啊，那你心觉得哇，好快乐的世间的无欲乐，对不对？那是生灭的，包括你四禅八定的那个，那是初禅、二禅、三禅的喜乐，都是生灭的，都不究竟的，那都会退失的啊。啊，所以一种平怀悯然自信呢，才真正的乐。那种心是什么都知道，很清楚，很明白，一切通达，一切明了，一切不染，啊，一种平怀悯然自信，那才叫无上菩提觉法乐，无上涅槃极尽乐，极尽永安，安详，没有挂碍，没有恐怖啊，不是很快乐的乐啊，很快乐的乐，乐尽了苦又来了，那是生灭相啊。所以啊，心善论不能专一啊，你要懂得守自境界啊。这守自境界就说你要方向要看清楚啊，你一切烦恼从心想生啊，所以你要懂得你怎样来修学佛道啊，那你离苦得乐、啊、求解脱啊，不要被六尘境界所染啊。所以守自境界，你本来的东西啊，守自境界啊。那守自境界，如果真正守自境界的那个最高了，就是守本真心，就是守自境界那最高了，那没办法，那最高了，那个不容易啊。因为守本真心，你首先要悟本真心，你才有办法守本真心啊。你没有办法悟本真心，你怎么去守本真心呢？对不对啊？你悟了这个本心啊，本质清净，缘无烦恼，具有恒沙妙德，对不对？啊，因为你攀缘，所以要放下万缘。我这个不攀缘，没有东西放下，直下接念心，然后守本真心，让六尘境界不要进来啊！啊，让六尘境界不要进来，守本真心。那另外一种守本真心一个方法，就你要悟得很深，那真的要悟得很深。我前面跟大家说明了，比如说，啊。当你从悟本真心体会到所有的境界都是你心变现出来的，六根对六尘所接触的境界，好也好，坏也好，喜欢的也好，讨厌的也好，这是我的亲戚，这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仇家，这一切六根对六尘所产生的种种分别，种种一切境界都是你的灵光毒药啊，迥脱根尘啊，真的就是它变出来的，就是它，而它是无形无相的，所以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心就在作用了。所以它的作用，你已经看到它一切的作用都灵光毒药，迥脱根尘了。这个境界一离了，它又恢复了空寂的心呐、啊。灵光毒药，迥脱根尘，体若真常。就好像当你梦醒的时候，你看到梦境所有的境界，好也好，坏也好，亲戚朋友啊，什么什么的一切境界，通通是心呐、啊。所以梦醒了，那个梦醒就是灵光毒药，梦没有醒就没有看不到灵光毒药，梦醒了看到，哎呀，所有的梦境原来是我的灵光毒药迥脱根尘了、啊，你就要这样看得到啊，这样修学，看了，哎呀，这整个境界灵光毒药迥脱根尘了、啊，原来就是他的，就是我这念灵光而迥脱根，体若真常，真的看到这念境，体若真常，一个境界一离了，它又恢复空寂的样子，境界来了，它显示了见闻觉知的作用，离了它又恢复了它空寂的样子，它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像镜子，忽来忽现，汗来汗现，镜子的照永远不会变异的，
常有常之一啊，他永远都是讲灵光，就是总脱困难，体肉真常，不拘文字啊。他像虚空一样啊，他心性像虚空一样，他空灵不灭的虚空像，所以当然是心性无染，虚空怎么会染得住呢？啊，虚空根本是挂不住的，染不上的，所以心无染本啊，这个心性无染本自圆成啊，啊，他本来是圆满，本自圆成的、啊，但离妄言即如如佛。只要不攀缘，啊，哈、啊，因为攀缘才要放下万年。当然，你没有攀缘，能放下不要了，本质圆成了。但你忘戒是如如佛啊！百战禅师这句话真的讲得太好了，但这还要再提升啊！再一提升，你就看到了，以后你就用这个修啊，用这个来观照修啊。再一提升，就看到什么？看到。那个长沙有锦琴禅师做的那首句子做得很好啊，百尺竿头，哈、啊，那个座上人就坐在那最高了，最高的百尺竿头已经走到最高了，最顶了，顶了。虽然得入未为真，虽然你已经得到解脱了，但不是真呐、啊，你定在那个地方啊，未为真呐、啊，百尺竿头。还要再往前，要须进步啊，须向前呐、啊。十方法界现前身呐、啊，看到整个都是你自己呀、啊，现前身呐、啊。十方法界并不一定就是你一定要看到浩瀚的宇宙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不一定要这样。你那个悟境，你最起码你看到你所接触的都是你自己呀、啊。那是从你看到了灵光毒药窘脱根尘体肉真常再提升，你就看到这个境界了。整个都是你自己，没有一样不是你自己。烟也是你自己，心也是你自己。国里解的鸟，就像我，那只是境界提升的感觉，它的基本也是像梦醒过来一样。梦醒过来，你看到梦境里面的亲朋好友，梦境里面的喜欢的、讨厌的，哎呀，这个肮脏的、干净的，都是你自己呀、啊。梦境都是你个人的心嘛，所以你那个灵光都要总脱跟它一体，再一提升，你就看到十方法界现前身，整个境界都是你自己呀、啊。所以你看到人家骂你，你看到那个人也是你自己，骂你的也是你自己，骂的话也是你自己，你不高兴的也是你自己，整个都是你自己。你一体一体观，这都是我自己、啊，赶快放下，赶快放下，那个力道就来了。所以为什么说到了人家哇？揍你、刺你，你都还可以不生气，那不是靠近门，靠智慧。你能够看到这灵光毒药总头可能可以有点道理。能够看到十方法界是你前身的话，那力道就来了，就很强。这个改你骂，那个人在骂你的是你的前身，是你自己的法身现，一直是劣心变。骂你的话也是你自己啊。啊，这侮辱你的也是你自己，被侮辱的也是你自己，整个都是你自己，所有的这根尘世，一切万境都是你自己，东西你家的呀，真的是自他之间不可毫端呐、啊，完全感觉到，哎，这个时候的观照力量就很强了，所以这个境界是一步一步提升，一步一步提升呐、啊，这守自境界呀、啊，这守自，因为你自己啊，守自境界、啊，这是很高的守自境界。这你看，你看你的功夫啊，所以你要真正的去用功，你才有办法一步一步进去啊，一步一步进去啊，这一步一步进去都有次第的，都有次第，不是一下就跳上去了。我甚至把自己以前这样一步一步进的进步，我自己做个检视。我第一个，我前面从什么地方开始做？我从，我不是以前我就跟大家讲，我是以身姊妹以面。只是用压的住心观境这样看那个无念的心啊，这个有三个现象啊，会能够看到心心积极，积极心过后就昏沉以后醒过来，又开始又心又会动起来，就再让再住心观境。后来我就不用观空，万法皆空，这万法皆空，我干嘛去压你？我不理你，不甩你，这空性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依奢摩他故修止奢摩他，这万境都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如来藏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是你一念心体第一空变的这些幻境啊，
我何必生就是无生，哪里有真实的这些境界 不理他啊，然后一开始还知道这些脑筋在想，这个心里面在想什么，他也不理他，你观空不理他，慢慢慢慢他一直静下来，一直静下来，一直静下来，进了最后也知道有，哎呦，这心在动，喵喵在动，很像在动，但完全不知道是想什么内容，只是他没有那么办法平静，再来就平静，整个静下来，没有压他，他在很静，那就是莫造心缘，轻轻照着他，那就是这个境界。莫造心缘不容易啊，在看着他，看着他，看着他，一直照照照，不是压他，就看着他心的。这样的境界而已，照照照照，照到能照所到，到了某一个因缘的时候，合在一起了，空明朗净的心，你的性净明体现出来，一片空，嚓一片空了，那这非常的犀利，我讲不出来，空明朗净的那种现象跑出来了，然后继续用功，用功，用功，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就有一种心清寂寂寂寂心，一样是心清寂寂寂寂心，但。绝对不会昏沉，我静坐不会昏沉，以前用压的会昏沉，那不会的，那心静寂寂，到最后变成寂而照，照而寂，寂而照，照而寂，寂而照，心静到最后，大乐现前，大乐现前，现前以后啊，三四天就过去了，心又是另外一种层次，我反正一切都不理他，就一切不理他，一步一步，但是你。不要去，不要懈怠，不要懒惰，常常要把心按住，要守，不要去受了外面的影响。所以真的，你太多的攀缘对你修行不利的。我这一段，我感觉我很多是菩萨帮我安排，让我有这段时间能够卸解外缘，然后，那个乐境现前，我听说那个乐境就是在走中脉，那中脉，那个有那种现象。过来以后，我才讲啊，这男女的淫欲心整个没有了。但你开始没有的，你就不要再去吃那个蛋啊，那一些那就蒜了、葱啊，真的它又会跑出来，很奇怪。这个东西是真的，因为你以前我们一般人这是与生俱来的，尤其是男生，到了老人都还有这种男女的淫欲心呢、你知道吗？所以叫老不休啊，对不对？都还有这种东西啊，但是呢，你有这个，你已经有这个，所以你再吃三个蛋也没有影响，因为你已经有啊，也没有影响。但你真的它没有的时候，吃一颗你就影响到了，你就马上知道了，尤其是那个《红楼梦》的偶尔啦，什么东西啦，那个东西吃到了你就感觉到了，所以尽量要吃蛋。所以如果你想要让要不要有这个淫有这个淫啊，是与生俱来，你要蛋，你不要它那么强烈。饮食一定要控制，这种高蛋白《红楼梦》啦、葱啊、蒜啊、藕啊啦，什么这种东西呢，尽量不要去碰，碰了更强，对不对？这，所以我们人的身体是就是身体啊，你吃了那个东西会增加《红楼梦》的东西，当然又产生出来。所以我讲的是开玩笑的，阿罗汉你给他吃春药，我告诉你，他看了母猪都觉得眉清目秀，你要知道。因为这种方法，身体就是这样啊！我讲这个，这我有根据啊。为什么呢？他喝了酒都一样醉了，你说对不对？不是说阿罗汉喝了酒都没有问题，都 OK 的，不行啊！你有这个肉体啊，对不对？阿罗汉喝了酒一样醉下来啊，他可以降龙啊，对不对？可以降那毒龙，他喝了酒都躺在那降那，成了苍蝇都降不了。所以这个东西不能碰啊！你到了正阿罗汉的，万一人家给你冲鼻，给你吃个春药，我告诉你，真的，连看到母猪都觉得眉清目秀啊！真的，你们不要开玩笑，这个东西是这样，所以慢慢，整个慢慢，就是努力，心一定要保持静，守住静气，慢慢，开始灵光毒药迥脱根尘的感觉出来这整个劲都是自己，然后继续，慢慢，十方法界是全身，那种感受又开始出来那现在就继续关照，以后要走到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
又怎样，我都会告诉大家，你就不断的突破，不断的进步，你就走入菩提道啊！你要说要真正去实修，真正去用功啊！所以这叫守住境界。当然，你这样可以守住境界，对不对？守本真心。所以那我讲了，灵光独耀，总脱根尘，以及十方世界现前身，这都是守本真心的境界、啊。所以这叫做守住境界啊！你要这样，你当然有观照力量，观照离相，解脱无苦啊。那底下佛陀就告诉我们，守自境界从哪里入门呢？从哪里下手呢？自境界者为四念处啊，这是很重要。我常讲啊，这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如果你能够这四种观啊，观成了可以证阿罗汉果啊。你看，观成证阿罗汉了、啊，叫慧解脱阿罗汉，他真的把见思懊惑全断了啊。阿罗汉的境界就是什么？你骂他怎样，他都不会动心的，甚至你用棍子打他，他也不会动心，他一定是忍住，不会跟你起冲突了，他不会跟你起争执，不会生气的，不会怎样，因为生气怎么叫阿罗汉？他怎么会断了贪嗔痴慢呢？他绝对不会，真的绝对不会。所以你有没有证果，这很清楚的嘛，那如果是你正忍位的，你碰到这个境界要忍，对不对？尤其帮他很大的。要忍，当然，虚陀洹果的说，元辅稍微注意一下，元辅还是靠觉观，还要觉观，虚陀洹果，虚陀洹果就他是忍位啊，那到了阿罗汉的时候，虚陀洹果是叫元辅分了、虚陀洹、斯陀洹、阿那含，这个都是在元辅，只是元辅的深浅而已啊。到阿罗汉是整个断，断烦恼，断了失惑。那悉陀含、斯陀含、阿那含，这绝对是断见惑，这断这见惑，那悉陀含、斯陀含都没有断，斯陀含断欲界斯陀含的前六品，阿那含断欲界的九品前断，但无色界36、36、72品都还没有断，所以遇到真正这些逆境、大逆境，他们还是靠观照缘福。阿罗汉是真的断了，所以阿罗汉对不对？你用针刺他，用刀子刺他，他怎样，他都不会动心，他不会生气，他忍都不需要，痛他知道，身上会痛，但心绝不动心。他会痛啊，因为他就破四因，色受想行，他的第四个四因他没有破，所以他生病会难过，没有吃饭会难过，被刺了被打会痛，但他不会生气。这个很奇怪，他心解脱，空是空，痛是痛，他心永远是空寂的，所以才叫阿罗汉，才叫断见思懊惑。所以你自己正怎么样，怎么会不知道？骂你一句，说讲句，然后就很不高兴。你说你正虚的翻过，大家就骗上，是不是？这个很清楚的东西嘛，对不对？一波轻轻的一下，你就很生气气的要命。哦，你正人位，那不对，骗上，不是一查就知道了。一查知道，所以从心思这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观心上观法无我，从这四念之观可以断见思懊惑。你想想看，正得慧解脱阿罗汉，他没有修定，不是修四禅四空啊，然后修八倍舍八圣是十一切处而入灭尽定，他这个俱解脱，那就三明六通了啊。然后三明六通，那这种慧解脱阿罗汉，他不是真正没有神通，只是他的神通这佛不承认。那这鬼神都有了，就是你这叫什么神通？你要成阿罗汉神通，知道五百大劫的事情，这才叫神通，知道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事情就像对不对？那位阿罗汉的眼睛看不到了，阿罗汉佛教他修的光明三昧他一个头可以看那个三千大千世界，你看这是阿罗汉的神通那修四念之观，他的功力这么大，可以把见识和全断掉，得到解脱。碰到再大的逆境，心都不动，苦是苦这个空是空，但如果你照破五蕴皆空，那个四蕴也破了
通通转成般若，叫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般若是即相离相的，通通化为智慧。刀刺过来那感觉，知道，但是不痛。痛跟不痛是一不是二啊，这个很难讲，这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啊，那身上人家给你按摩很舒服，舒服跟不舒服是一件事，一不是二。如果通通变成智慧嘛，通通变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切不染，对不对？清净无染，无所依止，一切不染，但通通变成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具体即用，这样性质忽来忽现，忽来忽现，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境界啊！这为真乃至啊，这没有办法想，这到底怎么解释？心行除灭，言语道断，只能讲体用一如啊啊！所以从这里入手，自己为四念处，这很重要。那我们修学四念处啊，你说叫我们一下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啊，这我们很难，所以要先把那五停心观啊，这五停心观先把心舍住，心能够第一个先舍住，然后、如果你不是由五停心观这样而入了，心舍住再来观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可以直接观身受心法，那就是注意你每一个动作，像他们到园区去修这四念处观了、对不对？或、他的教法就不是。啊，这个已经经过心定下来的修这种智慧的观法，观身不净，36种不进入深处不净，什么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啊，这一切受带的最后都是苦啊，观心无常，心生灭无常，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主体，这都聚合在一起的东西啊，我们感觉心只有一个，其实心是8个心王，51个心所在那互相生灭交流，哪一个固定的东西，哪有智慧啊。啊，观法物，这缘起的法，因缘流自性空，哪有真正的主体？这是我们心把它加进去的强名而已啊！你的好不见得我喜欢，我不见得我好，而、你不喜欢的也许我喜欢，你讨厌的也许我喜欢，我喜欢的也许你讨厌。这世界都没有固定，都是自己的习气啊！啊，观法物没有个真正的一个主体，没有个真正的好啊，这个就要有智慧。但是，对这个他们刚入手的时候，像。一个礼拜啊，他们去修这四念处观，观着身受心法，他们有他们的方法，他们就观身不净，观身啊，身受心法就没有什么不净啊，无我的就身，注意你身上每一个动作，即使你在静坐，你也知道，我现在讲，我头低下来了，我手起来，我手举起来，所有的所有的身上你啊，你要啊到外面去走，你要注意了，你的脚举起来，脚跟着地啊，在脚尖啊，每一个动作你随时都注意，啊，观身不，这个身就是这样，每一个动作都这样，把你所有的意念不要去想东想西，看你的身子，啊，那观受是观受，然后啊，你所有的感受，哎，这里什么感受，这里什么感受，所有加注的感受，不是去感受苦啊，是什么，就是注意你每一个身上的感受，哎，这里痒，那里酸，那里怎样，都不理他，知道全部都是集中在你的身受心，你先想到什么你就知道，我想什么，我想什么，什么都知道，想什么，这打妄想马上放下来啊，反正你心里在起什么心，动什么念都清清楚楚，不该有的马上放下，不该有的赶快放下来。所以你看，那个我们那个四正勤，善念未生，令之死生；善念啊，这个已生，令之增长；恶念啊，已生，令之断除；恶念未生，令之不生。哎，那个深受心的关心啊，哎，他在起善念。我要用功，我要发菩提心，我要饶益有情，我要怎样？我检讨，我忏悔，哦，我在想这些，想恶念，哎呀，我等，我要什么？想到啊，那某个张三李四呢，对我很不客气，说，哎，赶快起称心，阿弥陀，阿弥陀，赶快放下，每一个念头都要知道，注意你每个念头啊，然后观法，观一切境界，什么事情你所看到了，什么事情都不要被他动摇，不要被他。吸引，所以我曾经有一次啊，他们在修这个深受心法，对不对？深受心法，啊，那时候刚好，啊，我家里人家送他很多兰花，啊，一盆一盆的兰花，啊，然后很多一盆一盆兰花，那时候那个华藏那个园区刚好在办这个
办这个内观呢，对不对？我就把这兰花通通搬到那个佛堂外面来排一排，好多好多棵排一排，让他们出来可以看到那个漂亮的兰花，啊，这一到下午通通被收走了，通通收走了，通通被收走了。我说这是我这么漂亮的兰花，那个一盆的一两千块，对不对？嚯，对不对？那好几盆在那个地方，你怎么通通收走了？他说他们很不太欢喜。我说为什么？他说影响他们的视觉，对不对？他们本来没有花，他们走到那里观法就很自然了，不会心很平静，观这一切法都是跟原来一样，不会去被境界所缘了啊，说很清净啊。你突然改变他的境界，他说哎，都有兰花了哦，我这棵比较漂亮哦，这棵是什么兰？让他起心动念，对不对？让他马上起分别了，嗯。观法无我，不要起分别，就很自然的就看得到，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就保持正念，这样就好了啊。看到这是正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哦，不要跌倒，对不对？这样就好了，不要突然有个兰花，哎呦，就会起心动念，就会就起的有我了，有兰花了啊，对不对？观法就是一个境界，保持一个境界，不要起了分别妄想的心，修从这里入手，从这样修。像修专利啊，心专啊，所以在这里讲，若心三乱不能专利，用这样来修专利，然后真正能够专利的这个，你看修这样的深受心法的专利啊，这个真的可以用来先代替这个五庭心观，先把它专利以后，然后就开始用智慧的观了，观身不净，哇，那观身不净，那个真的要学啊，36种不净物，哎呀，什么九种不净，还有什么白骨观哦，牲畜不净，六种不净，牲畜不净，种子不净，这个都是观身不净的一些方法，所以他就有智慧的方法了啊。所以知境界的为四念诸观，这样真的可以断失后啊，把这个贪嗔痴慢疑整个断干净。说阿罗汉断之后，不要小看他，你用刀子捅他，他都不会生气啊，你用针刺他很痛，他真疼，他都不会生气啊。啊，所以你看，有一次，那个好像是加沾脸了或水，论理第一啊，他是正阿罗汉了、啊，他正阿罗汉，他到一个外道地方，啊，到外道地方去弘法，哎呀，这个佛陀说，哎，那个地方的人很凶啊，他们都对不欢迎了我们这个他们认为这个佛教对他们来讲，外道地方认为是异教，那么异教去那里都会被他们骂。他说啊，他们如果很辱骂你，他们辱骂我会感谢他，没有打我，那打你怎么办？我会感谢他，没有打他，对不对？没有杀我，如果他杀你怎么办？我会感谢他，对不对？我这个没有把我杀死，那如果把你杀死了，那怎么办？我会感谢他，让我完成我的愿望，为法王去呀、啊。我说你可以去了，你可以去了。他感谢一心永远存了感谢，你想想看，那真的没有贪嗔痴，断了失后是这种境界、啊。要知道这不容易耶、啊，这东西这是真功夫啊，所以阿罗汉不容易啊，哎。虽然他没有真正见性，但他很不容易，断见时候很不容易，能够圆福就不容易了，不要说什么。那忍辱还有忍辱的感觉，但忍辱的善根已经不多深入到了，所以自己修正怎么样，自己试验一下。所以顺逆都是真上缘，也可以看见自己到底修得怎么样，而、啊、不是啊讲哇、哦啊、懂了很多，讲了一大堆啊，对不对？稍微一点弱，马上不高兴，怀恨在心里啊。回到家里还睡不着觉，还气到那里，气一个月还放不下来，比凡夫还凡夫啊！我告诉你，你把他们救好，没有用，真的没有用，没有经过历练是不行的啊！所以，自境界者为四念处，他境界者所有五欲啊！你这个想到五欲，那就糟糕了，财色名食睡，那患得患失，一定带来烦恼啊！这五欲里面呢、啊，真的，你看那财色名食睡，你要知道。财是最容易破的，你看财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我能够布施，我财看得很淡，你这样很了不起。有的人就是真的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啊，哇，情况也哭腰，你看我捐多少啊，有什么用？财是最容易破的，你看这五欲里面呢、啊，如果你财都不能破，还天天在那计较，这样，你修什么道？你只是吹讲而已啦，你啦，
读一些书了，像读书人一样的读书了、啊，读书了。你看有些读四书五经都变成干行了，变成贪官污吏了。那读那么圣贤书有什么用？变成干行。你看以前那个和珅的学问多好呢，开口成章啊。哦，和珅大家知道吗？这个大贪官呢、啊，他的财库等清朝的一年的那个国库的收入啊，你像他啊，你看这真的啊，真的富可敌国啊。他的贪官污吏啊，他四书五经读了很多、啊，所以你佛法读很多，就是哪佛法的，对不对？来的诈骗的用的、啊，那你读这个有什么用？所以你要这样要恶用就很糟糕了，那恶用了，然后因为佛法后面有三宝嘛，有佛法僧三宝在停在后面，对不对？啊，大家都是看到佛法僧，哦，这一点是佛法僧的啊，什么供用嘛来，什么嘛来，对不对？所以真的讲。这个宗教里面、啊、要练财很容易、啊、这很糟糕的，你知道，所以我常常讲这个我常常就说明，我早期去大陆时候，那时候最开放，一开放了以后，大概利用宗教练财的大概又很多，所以现在又关得很紧，现在对宗教大陆管制很严，没有办法，人都是这样啊，所以没有政治见识也很。这很糟糕，因为很容易大家会上当，所以你看我早期那个最早期跟净空老法师两个啊，对不对？我以净空老法师的意念，他的意识，他的意念啊，然后啊，我把我辛苦的这个才艺来成立基金会的时候啊。听到他法师的意见，好，我们在做这个这样陈列以后，很多我们同意就说，哦，因为我们的有些人就跟我说，就跟别人说，哦，那个简先生呢、啊，哦，我够厉害了，也干工作远了，现在开这一行想好谈，哦，你看，跟我做这行啊想好谈，你对不对？免本事啊，这个只要有这个东西就好了，对不对？哇，我那个眼光眼大，对不对？开这行啊想好谈，你看他真的，所以我告诉你，这财，你看这财是最容易破的东西呀、啊，第二是色。所以你看有的人他可以舍掉他的家财去出家，可是出家就犯了色戒了。因为我们不是常常看报纸吗？对不对？跟报纸报出来，但很难看呢、啊，还被法院判刑了、啊，多难看呢、啊，对不对？所以财最容易，第二是色，色啊，你要知道色啊，色要破的时候，最后你看，对不对？看到人家心不动，哎，那你真的，哎，有点功力，有点功夫了。是第三个名啊，这是照这样排啊，名啊，名不容易破啊，你要知道，我名要讲好，人家看到你顶礼哦，恭敬的赞叹哦，这名太舒服了，对不对？啊，你在很有名的时候变成很有名了，哎，会有影响力啊，那个很大的影响力，话术也跟当了，你知道吗？啊，变成很大的影响力，这个名气也是很迷人的东西啊，对不对？名啊，才是名师啊。吃啊很难的、啊，像你每天都一死一脉通通出一样的，对不对？啊，有个人闭关，对不对？啊，天天给他送三菜一汤、四菜一汤给他吃饭，然后他马上就讲啊，给那个，哎呀，我天天都吃饭，都四菜一汤，哎呀，这给我换个水饺啊，都，哎，那个给他复关的人呢、啊，这大概这他的同参道友，他说。过了三寸都一样了，是不是？还吃什么水饺？三吃四菜一汤还不错了。你天天都给你吃青四菜一汤，四菜一汤配白饭。哎，我看呢、啊，我们也是一样啊。明天去吃面了，后天去吃水饺了，是不是这样？你有没有天天都吃饭？啊、有没有？不见得嘛，对不对？你有在吃锅贴啊，吃水饺啊，吃水煎包啊，是吧？哎，是不容易啊，你要咋天天都一样啊？不容易啊！我们现在董事长，啊，那个密宝法师，他早期我去大陆，他在居士去大陆的时候，到那个多宝讲寺啊，跟那个智明长老出家，他跟着他出家，住在那里，过年才加菜啊，加的菜什么？一片豆腐，呵呵平时是啊，那个
三团小菜，三团，啊啊啊啊啊啊，咸鬼啊，那个换你自己盛，啊，那他那个在台湾时候，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偶尔请他去吃饭，别人请他去吃饭，他很辛苦啊，那去金岩村吃那个春饺啦，啊，吃那个是什么锅松啦，对不对？素的锅松啦，做的些什么东西啊，啊，然后到那里都没有，那三团菜天天都一样。啊，那个咸鬼啊，这试验很会做这个酱瓜的什么东西，很会做。他做了啊，他就吃酱，天天吃。过年多了一片豆腐，过年多一片豆腐啊，吃到酱，然后啊，你看他会不会怀念好吃的东西？天天都想到台湾吃的那么好，哎呀，天天都想。结果人家他很聪明，他晚上就做梦，梦出春卷了，梦出那个锅松了，梦到那口水就掉在那个枕头上，对不对？哎，对不对？枕头啊，挡起叠，对不对？都流口水、啊，你要知道 啊，这才是民食，是很不容易啊，你知道？哦，他真的在大陆很辛苦啊，他讲给我听的，对不对？啊，他说，哎呀，想到台湾吃的那么好，那天天都过那个日子。是，最后睡呀、啊！你看呢？你不睡试试看吧？那个真的，你看佛经里面都讲二六十中精进，二六十中精进有没有？二六十中，他就以睡眠代替。啊，你在佛寺的只睡四个小时、欸，哎，他晚上十点到深夜两点钟就要起来精进，这四个小时，哎、欸，我们请问我们这里面哪个人一天？这么长久来，对不？都睡四个小时，请举手让我看一下，我都不敢举手，对不对？对，不容易啊！一天睡四个小时，早上起来我讲念都讲不出来，靠一喝三杯都没有用，对不对？哈，那这昏昏头都要打瞌睡。我告诉你啊，睡很不容易。那真的要修行成功，他就已经做睡眠。你看他躺着睡觉，那修行成功的人躺着睡觉，他外面通通知道，他等于没有睡，他只是让身体修行而已啊。那外面通通知道啊，佛陀就这个样子啊。那我们那一位慧寂大师也是这样子啊。他躺在那里，你看他啊，好像睡得呼呼大睡。他为什么事情都知道，连那个这昆虫打架他都知道啊。啊，你知道这个公案吗？啊，所以那道宣律师说他怎么出家人都没有恶语，他说。哎，出家最重要是慈悲啊！你慈悲心不够，他为什么慈悲心不够？昨天有两只跳蚤在你身上，有两只那个车是什么虫子在你身上，你把它弹下去，让它削断了腿，在那痛了哇哇叫哇，吵了我一个晚上。哎，他才知道，哦，道玄女士这亏气大师不得了，他睡着了，这外面就通通清楚啊，通通理解啊。大家不要以为这可能的工钱够，怎么那个？那个虫子的腿断了，哀哀叫，他都会听得到。我告诉你，我们耳朵真的很厉害，什么都听得到，啊，那人呢到了用见性、用佛性的时候，性相是一件事啊，前相即性啊，性入一切相，相入一切性啊。你知道那个声音就在那上面呢、啊，就在他那痛的那个上面，他的闻性就在那里呀、啊。他当然知道啊，他再微细的声音都听得到啊。你知道那个用见性不可思议啊。那你不是用见性，只是你心定得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那感觉力就不一样了。我告诉你，那个，所以你当你静坐心比较安定的时候，那个电话响一响，会把你吓得从床上跳起来。有没有这种经验？那声音变得非常大。我曾经在静坐的时候，哇，突然这样咚咚咚咚咚咚，什么东西？我吓一跳，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下雨水掉在地上，变成像打鼓一样那么大声。你想，但是我们没有定力啊，也叫惊掉啊，就马上就没有了，那感觉马上就没有了。你呢？那这个我们的你比较接近你的心性的时候，那个心性的敏感度很强啊。那何况你是那慧寂大师，他是见性的人，所以他你看他睡着了，他都可以知道外面的境界。所以那个财色名食睡的睡是最难呐、啊，最难呐、啊。所以我们以为他睡那是什么嘛？食应该没有什么。最容易就是钱，所以你不要能够把钱布施，先去想盖欠的功夫啊，要记得啊，那是最浅的功夫而已啊。财色名食睡是这样排下来的、啊，所以啊，他境界所以无意啊，所以这无意不能出啊，对不对？你怎么出三界，怎么了生死啊？如果一直迷在无意，只有下阿鼻地狱，没有第二条路啊。所以他境界所以无意啊，
所以若不能修四念处者，民不修心了。假如你不能修这四念处，叫做不修心了。所以一恶业中不善护心，民不修慧啊。什么是恶业？善顺逆都是恶业，尤其对凡夫来讲，顺了你的迷进去啊，啊，逆进你的生嗔恨心呢、啊，啊，生嗔心呢、啊。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要修习八风吹不动。你看啊，经上也告诉我们，逆来要顺受啊，顺来要忍受啊。所以我们一般修行，一般都要先经过逆境的勘验啊。所以一真正你一精进用功，马上逆境现前，这是好现象。同时也是在你精进修行才有这种现象哦。如果你不是精进修行，你心里求的是想要得到福报，想要得到什么了，那不一定有这种现象现前哦。如果你真正用功的时候，逆境先现前，这逆境现前，哎，本经告诉你，重业把你转轻了，把你转轻，来世要报转成现报。所以当你气象菩提的时候，你所的业力都会，今世所造的业力都会现前。本经前面都讲过了，如果你有听前面几堂课，都已经跟你介绍得很清楚了，都会现前。所以先经过逆境的不断的勘验，不断的勘验，让你忍忍到你这个通过了以后，顺境现前，顺境现前，千万不要迷啊。那时候人家、啊、对不对，要对你好啊，对你怎样啊，送你东西啊，千万要远离啊，对不对？你要迷进去的时候啊，这个顺境很容易让人家迷啊。啊，你要知道这顺境比逆境更不好修啊。所以顺逆都是增上缘，所以当你通过逆境的时候，顺境你要小心啊，特别小心，千万不要迷在哈顺境里面，这冤枉了你一生的修行啊。我们这一生目的就是出三界了生死，就是要脱离这三界生死轮回，最起码我们尽量努力、对不对？希望没有证的人类也希望能够来个破茧后，来个未不退，安然见识太有价值了，比什么都有价值。所以这顺逆都是增上缘，都一定要记得。所以在恶业中，这些恶业都是顺逆境界的恶业，你要知道，不是只有逆啊，顺也不行啊。啊，所以以前在那个莲池大师的有莲竹窗随笔吧，是吧？是竹窗随笔吧？它里面就有一篇呢、啊，啊，这个莲池大师在讲这三世因果啊，有个老比丘说，哎呀，大师你讲得很好啊，啊，那你可以不可以举个例子这三世因果啊？那可以啊，啊，他就讲以前有一个年轻比丘啊，很努力，很精进，在山里面闭关哦，六十钟都用功精进，啊，有点小神通了、啊。后来被一些年轻人发现了，哇，他有神通，哦，还可以讲出他的过去生、他的这一生的命运怎么样，讲得很准，哇，大家都对他很佩服哦，这个都有神通，这个人真的神通了，不得了了，把他引请到都市里面，给他大家集合，给他盖个寺庙供养他，哦，他现在年纪大了。早晚课也不错了，晚课也不错了，天天都是接受供养哦，过了舒服的日子，眼看就要堕地狱去了，对不对？福报享尽了，马上就要堕下去了，啊！这三，不要说前生今生，这一生里面就有三次了。他先精进，哎，有了成就，得到福报，得到福报享福了，马上堕三恶道，马上眼看他马上堕到三恶道去受报了。他说：“你这个故事讲的也不错，但是。”这故事是谁呢？你要讲出这是谁嘛？是不是你自己编的嘛？那莲池大师，你就是啊，仁者正是啊。那位老比丘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所以我们在克服逆境的时候，哦，你这在苦，你自己一直在忍，一直在突破，在顺境的时候，自己在一直在堕落，自己不发现呢、啊。你还以为哦，他修够几年、啊、再修两年呢、啊？你这修一年两年都在享福报啊！你这修两三年的时间一直在享福报，一直在造业啊，一直造业，你给人灾啊！你自己不知道，又没有碰到人家给你点的时候，所以当大师很危险的、啊。你要知道，没人在给供啊，对不对？没有人在提醒他，对不对？我们人家会提醒我啊，对不对？啊，你当我态度不对的时候，人家的脸色我一看就知道，哎呦。我一定什么地方错了，我说他脸上
脸色怎么会这样？当大师的时候，哎，即使怎样，大师不高兴了，大师不高兴了，赶快赶快，哦，不对，你还不敢对他怎么样呢？所以他就完全不知道，咖喱安娜弄在自己一直在退步，自己都不知道啊。你要知道啊，所以当大师很危险的，你要知道、啊，对对不对？一咖喱的退步，你们在啊，嚯、哦，对不对？他变他变就不让大共一样，对不对？总统还有人骂他，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哈，是不是？嗯，那你敢不敢去骂大师？不敢的，对不对？傍身斗第一，给他夹死，我跟你讲，对不对？所以你看他自己就掉下去了。所以那位老和尚他自己堕落，他不知道啊。他还问莲池大师说：“你比的不错啊，他是谁啊？”他你就是啊，仁者正是。小心啊，顺逆境界啊，多危险啊！要修行，要观照，心念你八风吹不动。这是最基本的，八风吹不动，道已经成了一半了，哈、啊，所以啊，这名不修慧，所以修慧要训练你八风吹不动，心如如不动不起相，这是智慧，所以智慧能够观空离相。为什么观空离相？这是八风吹不动。那这里是直接把这个境界讲出来，你在境界中不动本心，这是真正修智慧的成就啊！啊，哇，今天就讲这个。哦、好，我们讲快一点。护持不修身者，不能升官，是身无常无助为脆，念念灭坏是魔境界啊。那另外佛陀再举第三类的不修身界心慧的第三类啊，佛陀讲不修身者啊是什么呢？不能升官，是身无常无助为脆啊。啊，我们以为这身子很固定，所以我们没有觉得无常观呢、啊。我告诉我们无常观啊，所以你看看这每天都，你看每天车祸，每天房屋这个地震倒塌哈，现在还有老屋的瓷砖会掉下来，还有冷气会这个冷气的旧冷气会掉下来，今天报纸也登出来了，现在已经在注意这些问题啊，那个旧冷气在外面震动都蹦掉下来，打在了像个炸弹一样啊。你看人家走到那里被他一敲就击中就死掉了啊，所以真的是很危险的、啊、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这个无常观，不会觉得这出门有什么危险啊。你看那个妇人走过马路有个卡车就把他捡住，昨天电视报道的把他捡住车底下啊，把他真的碾的那个大卡车把他碾过去，你看那真可怜，真的可怜了 啊那一位老公公也一样啊，他在走路，那个公车一转，把他一压，就吹掉了，人就走了。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一撞，虽然没有给他怎么样，他一撞，一卷就死了，很危愧，很愧。这是发生了危险了、啊，这是因为有了经过有这种灾难哦，发生了危险。那你看现在这个卖家对不对？卖家啊，这个朝圣，这是朝圣，这是朝圣呐、啊。啊，这碰到这大热天，啊，这五十几度死了1000多个人了，你看他们还是这样要去朝圣的，死了那么多人，所以热也不行，冷也不行。因为我们台湾这算起来还算不错，在36度多啊，我看那个报纸啊，有30-40个人已经去住院了，热了昏倒了。所以你没有想到我们这身体真的很微脆啊，这是发生现象了。你看我们每天要吃饭，对不对？吃也很危险啊，你不要以为吃不危险，吃也很危险，没有吃会饿死了、啊、对不对？没有吃啊，营养不良会饿死了、啊、吃得太饱了会胀死了、啊、你讲会胀死，你有没有听到胀死了、啊、哎，有的人怕不知道啊，他吃那个喜欢吃那个龙眼干，你知道龙眼干呢、啊、龙眼干啊，吃饱了啊，龙眼干他本来吃了就会口干呢、啊、我告诉你，如果吃龙眼干吃得饱，你千万不能喝水啊。有个人就龙眼干吃饱了再去喝水，哇，龙眼干泡到水会怎么样？他马上疼了不晓得多少倍，胀死了。人家不知道，看他就看就胀死了。你看，光吃的会饿死了，会胀死了，也会溢死了，对不对？啊，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或者是一个有个女儿啊，她知道她爸爸喜欢吃麻吉啊，她买那个麻吉给她爸爸吃的，她爸爸就。啊，躺下来就往生了，那个意思的。那有的人呢，对不对？有的人，哎呀，
他在吃东西啊，你跟他讲话，尤其年纪大了，他在吃东西，你不要跟他讲话。年纪大，因为他吞食的这种细胞啊，吞食的这种器官呢、啊，他比反应没有年轻人那么快，所以很容易呛到。所以当他吞了，你跟他讲说，呛到，哎呦，快，走了，吃的都有这么危险了、啊，对不对？你看。又胀死了，溢死了，呛死了，对不对？还饿了，还饿死了，光着吃就有这么多的危险呢、啊。我随便挤一点，都有这么多的危险呢、啊，对不对？还有呢，你看，你不要以为啊，那这样我这个太危险了，就到那个漂亮的、比较好的餐厅去吃了啊，那比较干净的、啊，也有冷气，很舒服。嘿，有个人去吃了细细的呀，那四个人呐、啊，不晓得是什么细菌。有没有上次不是到报纸登出来了吗？啊，有个全家人，所以他的女儿说：“我爸爸只是吃个饭就死了。”哎呦，他看到这个就知道了，世生无常，无处为脆啊！有没有看电视？有没有？我说讲了，现在是死了四个啊，那第一天死两个啊，中毒死了，不知道是什么菌呢、啊？是什么东西啊？有一种毒菌和什么东西的，他怎么知道？那厨师他也不知道啊，对不对？那这真的是啊，祸从天降啊！那这真的是，这倒霉啊，真的。所以你看，光一个吃都有这么多的危险呢、啊。你看，所以处处都是陷阱，处处的危机。只是我们没有无常观，我们不会觉得无常，我觉得、啊、那个不会轮到我、啊，不会轮到我了、啊。所以你看那个他们那年轻人开车的，哦，在那树上这样开。看到旁边啊，有个人用白布把它盖着，躺在那个树底下，白布盖着，啊，盖在那，知道那里吃货，旁边还有一些血迹在那里。他马上摩托车啊，车子都开放慢了，本来开了80，赶快降到50、60。我跟你讲，跑了1公里以外，又开始回到100啊，又开始飙起来了，马上忘掉这种无常观。虽然刚看过没有用，马上就忘掉了，从来没有这种无常观呐、啊。所以真的是苦空无常物啊，所以我说无常观啊，所以不能生观，是生无常无助为愧啊，念念灭坏是魔境界、啊、所以生有生老病死啊，一刹那前一刹那跟前一刹那都不一样啊，生老才真的会老苦啊，像现在我们像我这种年龄就感觉到老真的是苦了，老苦感受到了，对，80岁会感觉到老苦了，已经没有了，老苦了，生老病死，那病是更不用讲，年轻的病也是很不舒服的啊。所以你看现在大家啊，这种新冠肺炎又开始新的新冠肺炎又流行了，现在大家要开始多挂口罩，都开始挂了。为什么？生病很辛苦啊，病起来很辛苦啊。如果没有医了就死了，对不对？我们要学佛了，我们生命在留着学佛了啊，对不对？如果是生命只是留是一直在享福报，一直在造业。啊，那扎戏嘛，卡比哥做他这业，对不对？啊，对不对？那少活一年，少造业也不是坏事，对不对？但我们要修行啊，对不对？要好好保护你的身体啊，好好用功，好利用这个假的身体、假体来朝无上菩提来精进用功啊。所以念念灭坏，生老病死啊，所以是魔境界。这个魔是折磨的魔啊，时时都在折磨你啊。刹那刹那生灭，刹那生灭，一不小心跌倒摔跤，一不小心哇被摩托车碰了，一不小心啊热的昏倒了，这所以啊，像现在天气很热，大家要记得啊，尤其是上了60、70岁的人，每天都要带一瓶水，叫水啉着，否则的话，因为他热，他那个血液浓度一直高的蹦下去，中风。你看，喝水多喝水不会中风，要记得。让他血液浓度不要太高，等爱啉水，等爱啉水，一定要记得啊！我们生死会折磨自己，是魔境界啊！什么地方不对，一出事情啊就完了，那、啊、就很麻烦了。所以现在年纪，大家呢，生命越来越长，因为常常是越来越长，但是呢，很多啊，坐轮椅的啦，坐什么啦，啊，越来越多啊，那、啊、越来越多，嗯，像。我住在我们家楼上，那也前些日子，哎，这好好的、啊，那也这没有看，大概是没有看到，这大概在一个月左右没看到他，哎，再看到他，哎，怎么有个就推个轮椅也走出来了，就变成轮椅了，你知道？那如果是家里有经济好的、啊，
这个还请人照顾什么的，是这个还可以承担。如果家里经济不好，哎呀，那如果这个子女照顾这个长辈，真的很辛苦啊，啊，工作也要怎么办啊？对不对？那每天照顾很辛苦啊。所以你看那个，我看那个电视报道，看得很心酸呢、啊，啊，这前年去年啊，又比前年更多啊，啊，有的这跟他所照顾的长辈同归尽，你知道，啊，这人越来越多啊，可怜了、啊，真的很可怜了、啊。所以这个生老病死是魔境界的折磨我们了、啊，所以我讲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自己嘿，多用功，对不对？多用功，依照佛的教导，我们这个身戒心慧来转变我们的业力，自然佛会帮助我们解除很多的障碍啊！解除我们障碍，我们多注意，我们一则有佛关注、保护我们、保佑我们；二则我们自己照顾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也可以不要给我们自己的这个后代添麻烦，对不对？啊，所以啊，我们这个身子啊，是魔境界，魔是来折磨你的意思。所以这个身子愁业啊，愁你过去生的业、啊、来给它折磨了这个身子了。啊，是不是？所以啊，老子很有智慧，他有大患，是因为他有身了、啊，这个身在魔境界了。啊，所以这个要用这样来修身了、啊，这样来破除对身的执着啊。利用这个身子来好好修行，不是利用这个身子来好好享乐、啊、那就真的会中了魔的、上魔的当了。那不修戒者不能具足施婆罗蜜、啊、你看看这个境界就更高了。你看他能够观身之无常无住为慧，这个已经是修行了，已经步入修行了。步入修行不是到这里就满足了，你持戒的要怎么要记住施婆罗蜜，由你持戒的戒相入定功戒，你入定共戒，由定共戒入慧共戒，对不对？开智慧，慧共戒啊。到了慧共戒的时候，但起心动念绝对不会想到自己，对啊，慧共戒，他跟慧相应起的，他大用现前不存鬼则的。你看他好像这恶行恶状，但是他是为利益众生的。所以观音菩萨也会实现愤怒金刚的啊，也会甚现修罗身得度，即现修罗身为此说法，那是现愤怒相的，来降服他呢。修罗就是斗争很强的，那种很很派那一种的啊。大用现前不存鬼则，那是慧共戒的，他已经没有戒相，但他没有一念想到自己。他绝对不会为自己，他率性智慧道，趁性而行了、啊。所以啊，这个具足施婆罗蜜，所以这境界就提得更深了。到了婆罗蜜的圆满了、啊，道家了，到了戒的道家，当然最起码的条件要定共戒，跟定相应，不要还吃的，我不能这样，我不能这样，我不能不行。他完全是凭他自己的心性。良心，那什么良心是自良知良能，他的良知良能现前了、啊，所以。定共戒最起码的条件是这样，那更高就慧共戒，开了智慧的见性了啊，能够乘性之谓道啊，率性之谓道啊，所以不能记住施婆罗蜜，不修心者不能记住禅婆罗蜜啊。那不修心的时候，你会容易被外境影响啊，心容易动啊。那到了禅婆罗蜜的时候，六根皆动，自心如如啊，如如啊，啊不是不动，动跟不动一就是如了，动与不动是一啊。所以什么叫如？一切法非一切法，是故名切法，那就如了。前相即性，前世即理，性相不二就如了。所以不是还有个不动，所以六根皆动，如果心不动，还有一个不动的相，那你还是住啊，还是住啊，有住不动啊。所以不动也不能住，那就如，动也不动是一不是二、啊、就真如啊，真如的体用就是如啊。所以只是显你心性的体用而已啊。所以啊，不能记住禅婆罗蜜，所以你看这境界多高啊！到了禅定的圆满，外不起相，内不动心，内不动心只是如如之心，即是真实啊。那不修慧者不能记住般若波罗蜜，你看这境界不是很高吗？啊，不修慧的不能记住般若波罗蜜，不悟无生啊。记住波罗蜜要了解这整个现象，生就是无生啊，它体性生就是无生啊，啊，是不见一法生也不见一法灭。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些东西
都是你的灵光毒药啊，对不对？是所有一切五阴六入说出十八界，都是你心性幻现出来，都是你的灵光毒药，而心体空寂啊，心体空寂，对不对？这但是它是活的啊，嘿，它具足万法，能生万法，所以你根尘接触心会给你变成这五阴六入说出十八界啊。但这五阴六入说出十八界，它当体即空，是你的心性空寂呢，心性变出来的。否则这外面的境界哪有真正的境界在？外面的境界就像那个严重的老人痴呆症，他根本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像出生的婴儿，他根本看不到任何一法，对不对？哈。他根本看不到任何一法，他就是这个样子而已。世间就是这么样子，啊，一合相即非一合相，生命一合相，根本看不出个东西啊。你又能看出这么多东西，都是你的灵光毒药中的具足万法、能生万法现出来这些境界，而能够现这境界的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啊。所以生就是无生啊。所以当你悟了这些万法这些心的时候，真的是不见立法生起，不见立法灭，因为这一切法都是从心里生出来的，没有心哪有这些法呀。所以啊，到了你这个，到了你具足般若波罗蜜的时候，真的，这里就从本不生，尽也不灭，对不对？啊，它是如如万境之如如，即是真实啊！如如心所接触的境界是如如之境，即是真实啊！所以啊，不能具足般若波罗蜜，不能般若波罗蜜啊！你看这境界就更高了啊！哦，那时间又超过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这是第三类的，那第三类的这个，第一类、第二类，对，第三类，对，这是第三种的。那我们星期四再来讲第四类的。你看，不修正的贪着我生及我所生，我生长虹无有变异啊，这是第四类的。第四类的，啊，我们留到星期四再来讲啊。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记，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